叫我最酷的小孩，我打最酷的牌，也不归宿的醒来，但也废物的宅。来这边请，都行吧，主任的活儿停一停啊！我最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就暂时由郑坤老师当你们的代理班主任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没有意见。范老师啊，那我接下来这个班就麻烦你了。小事儿，小事儿，忙去吧。啊，哎，把你们桌上和学习无关的破玩意儿都收一收。老师，那是我的。老师啊，您这是故意破坏私人财产啊。我破坏了吗？没有。王建强，你做最后一盘去。我早就听说你们三个是这班级里学习最差的，跟藤木三打金刚似的，要搁我们原来那班早给你们开除了。就是这个班上除了我没人懂学习。班长把卷子发一下，我们做一次摸底考试。都不许下课啊，我去改卷子，待会儿回来成绩高于90分的才可以去厕所。哎，强哥，这新来的老师什么路子呀，咋处处针对我们呢？是啊，那像平成绩也不咋地，他咋不管呢？哼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成绩下来了啊，王强强0分，麻花张凯不及格。老师啊，那像平成绩呢？他成绩一向很好，所以这次不用考。这佛不用靠的，我说像校长。胖强强，你这次考试返回史上了。哦，校长，我是故意不写的，就想试探一下这位老师是否对待每一位同学都一视同仁啊。对，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如释己出，一视同仁。那黄俏俏怎么在最后一派呀？他是我们全校第一，你不知道吗？全啊，知道。但是因为你受了一点点好处，就忘了自己是人民教师了。没有，校长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想偏掉到最后一派，郑坤给他们三个人每人写1万字道歉书。这他写完了，你们也给他打个分啊。那必须0分啊。把你那笔借我用用，这可是我新买的，我才不就借你个笔嘛，又不是不还你。真是通知一下，这两天校门口那黑店装修，需要文具的同学自己从家带啊。哎，小明，你那笔挺好看的，借我用用呗。那随便用，我刚好要上厕所，你那包纸也借我呗，在桌上自己拿。还有那本漫画也都拿走，都拿走。不是，向平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大方了？因为这些都不是他自己的，他当然大方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根笔是他今天上课捡找麻花借的，这包纸是他在鹰角区主任办公室时在他桌斗里拿的，至于这漫画嘛，正好是你前两天刚丢的那本。向平，原来是你。是我又怎样，就你们这几样破东西加起来连根大肠都买不到，能被我用是他们的福报。所以你就未经允许把你借来的东西再擅自借给别人。对呀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这是有求必应，行侠仗义。广播同志，广播同志，现有3班向平乐善好施，免费向全校师生发放鞋子、袜子、衣服、裤子，还有手机一部，还有手机一部。好啊，我的键盘用的是9键，你却用26键，你可比我键多了。那我用的是26键，你却用9键，你是不是不健全呀？你瞅给孩子气的，那他妈都气变形了都。